金枪鱼拜师。林昂星与名媛拼来150公斤蓝鳍金枪鱼，武艺力聚，切去大头，祭出七星宝刀，巧妙的顺鱼几只纹理，鱼腩大肉只需一盏茶的时间就把大鱼分成 N 段。 Show time。 肥瘦均匀的鱼脸嫩肉是招待尊贵客人的极品，切成片条来到鱼脸刺身，鱼眼是老饕的最爱，刺身后倒出胶原蛋白，清酒碰撞来为鱼眼回头。鱼眼嫩肉用特调酱油甜煮，口感娇糯，来个汁煮鱼眼。鱼骨上肉香最浓的贴骨肉俗称中络，木勺刮去，与醋饭、鱼子混合上井饭。鱼脊骨改刀洗净后与炭火中慢火烤香，切开后就是鲜美惊艳的烤骨髓。鱼身大肉去除血核，赤身大小脱落改刀切片，用小野二郎的手法握个金枪寿司三贯。刮取鱼皮上丰盛的油脂，与鱼肉碎拌匀，配搭上五磅四根鱼子，用紫菜包裹，来个金枪手卷。鱼脊肉是运动较多，因此肉质爽口，切片做成日式沙拉是盛宴完美的收官，一鱼百吃，吃到天亮。